对我特别重要，家人就是亲人，没有他们我们怎么那个呢。一天孙子，现在孙子在家我基本上是带着他，因为我们隔代最喜欢小孩。我名字叫唐金玲，年龄69岁。有时候我会留点时间给自己。泡脚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传统，所以我就会在晚上睡觉的前泡一泡脚，脚经常会酸痛，泡脚可以放松我的肌肉。两年前朋友介绍我绿电泡脚，我没尝试过。准备两个盆子，一个装热水，一个装冷水和冰块。热水3分钟，然后冷水30秒，再来回3次。浸泡在热水里，整个身体都会很放松。泡脚的优点很多很多，可以活血化瘀，疏通经络，可以消除我一天的疲劳。健康要看心理健康，还有人体健康，很重要的。然后嘛，用脚布擦干自己的脚，再休息20分钟。我在这里泡了嘛，第二天舒服多了，再继续还要带孙子呢，开心一点，开心最重要，对人体最健康最那个。